奇怪呀，这都快到决赛圈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嗯，有蹊跷。现在已经到决赛圈了，就剩咱们三个了，这把稳了。我们三个在暗处，不管肉肉他有多么厉害的操作，还奈何不了我们。我们就待在这儿，别出去。肉肉跑毒的时候肯定会经过这里，哼，到时候我们在这儿等着他。不行，这马上就到决赛圈了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。久了。哦。哼。哎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有个空投，那咱们赶快去捡。不要不要，肉肉肯定在附近埋伏着我。哎呀，大东老师，你太紧张了，我们三个人的怕什么？你要是不敢去，我就和二狗先去了。就是啊，假如空投里面有吉利斧的，那可就赚大了。你不去，咱们去，走。哎哎，这俩傻孩子，要这么埋伏可怎么办呀？哼，来了。Oh no！ 哎，有陷阱！大东老师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哎。你们往这边爬。哈哈哈，我又赢了，你们一个个菜鸟，这假空投填起来是不是特别有劲啊？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